底下的石头桥。哦，好，哎，我后面那是哦，团团，哎，直接那我你要蹲经我过下你挖了。了，啊，我蹲着，我蹲着。还怎没，么就还赢没，了？大概还有10秒钟。哦，掉第三阶段了。哦，耶，又炸掉一条虫了。好了，大概五就秒钟经过要你，火焰你在强炸力。虫，好，我们就对，走。好，音乐结果。好，我蹲着了，我蹲着了。高喂下喂，有轮吗？干嘛干嘛干嘛？在哪？跟下方才有。哎呦，想放地雷嘞！哎呦，奇葩的，继续踩地雷啦！再来，干嘛？哎呦，不是奇葩人，是僵尸人，我误会了，超僵尸人。死了，我死了，在家里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时间到了。哇塞！哇！我扔手榴弹过去，第二发手榴弹要去的时候，它被炸飞，炸歪了。哇，nice！ 等一下，二里，耶，这边的方块会重置吗？哪里？这里啊，这个家里的，家里的不会，不会。但书柜少了、欸，怎么书柜少了？书柜那在，书柜不见了，书柜本来就会被炸掉、啊，就被炸掉了、啊。对，被炸掉，再买啊！你没钱吗？没有没有，可是我刚刚站在这里，看它直接消失、欸，啊，再买嘛！好好哦，20哦，赔钱哦，赔钱。书柜莫名其妙消失，就是这个我记得这个重生点啦，附近书柜，因为上次不是好像有人用书柜买出重生点，对啦，所以就哦，用心良苦，让我们用心良苦造成的辛苦买的书柜就这样子被吞了，对，没错。你们不要放在这里嘛，就你们不要放在这里。你的附魔台就不要放这里嘛。书柜放500公尺外远就好了，对吧？就下一次再做更新。天哪！听到更新就满意了。走。我是觉得更新可以把那些雕像什么分数拉高一点点、啊，我是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舆论压力，更新可以让我们起始的钱就比较多吗？打打充值哇！可以，也就可能会多。哇，不要摔到啊！没有去拿中间吗？再给你们，我没有，我拿了，我去免洗。拿了，他们拿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进攻他们光不知道是不是在家的。他们国王好像在准备时间就死了，啊？准备时间死了？对，死了，怎么死了？啊？他怎么死了？他没他刚准备摔下去是不是？可能摔下去，有可能乱跑。他刚掉到，活该。刚掉到世界外，跑去虚空玩，爱玩，让他死的是应该。你摔到虚空外，不死也奇怪啊。那就是等宝石啊，等宝石。中间有吗？中间有吗？你看到？中间有，相信二零会说一下。嗯。我不知道耶。哇？咦？哎，哇，我没见识了。二零没见识了。呜呼！谁到？哎，被打下去了！哇，隐形人吗？不要啊！发光，发光，本来是他们的装了，还好。对了，发光还没重置啊！死了！哦，吓死我！封手！哎呦呦！哎呦！怎样？保险箱里面有比较强的弓。好，寒门宝石要重生在中间啦！哦，好，要重生了，要重生了，注意了！有双方都有听到，双方都有听到。干嘛啦？我挖掉了哎！他自己能拿吗？我没看到哎，你帮我挖上面那个，你帮我挖鹅卵石，剩一个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我投资源，你还剩一个，等一下我拍照，我来先挖一点电脑石，我投了，加团团，我没下去，炸不到那一个，赶紧拿宝石了，那炸不到吗？我去，别摔着了，哎，不要浪费，我去。好，哎，他们也想要捡宝石，太慢啦，太慢了。怎么三个？家里来两个哦，有炸弹客谁？炸弹客谁？啊，是我啦！等一下，杰克过来领装备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哦，210哦，你丢到地板上，我捡。对，我丢地板上了，我走了。团团210哦，210，好，210，好。哎呀，等下这去对面也太难了吧？
哦，怎么了？怎么我们开始爆炸了？我们国王宝座在哪里啊？楼上，在楼上，在上面，最上面啊，没有到最上，蛮上面那个塔的塔的一半，有一条路可以插走往外走。我们看到隐形的了。你炸我不怕，我就走打你。臭隐形人，怕不怕啦？要丢这边吗？没有，他受伤，他受伤了。哦，现行了，现行了。现行。目光同时，哎，他们有力量效果，才六百分，你去死好不好？最气！耶、okay, ，国王死了，快去哦！我要重启，其实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，再一条床，再一条床。他在家里啊，我在炸床，我在家里，家里怎么有爆炸？有隐形人在炸，有隐形人丢。是隐形人吗？还是他自己？你刚刚都看着我，没有了，没有人，有人在二楼。等一下，他在家里附近，他在家里附近。在家里，在家里，有一个人在丢。那重炸，重炸完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三千分吗？哦，四千了，是不是？啊。哦，买买买，再买再买再买。再买再买再买。然后把钱花光光了。我要花钱了，多少？阿 Q 狼哦！你刚刚刷到我信用卡了。哎哎哎，你也刷到我的了。别的卡了。没关系啦。我看我靠近要，我也被刀刷了。上次有强力五，那个保险箱里面被队友杀了。我们现在只要爆炸五、欸，现在提款排队爆炸五，有没有爆炸剑啊？被弄，那不是好久好久以前团团排队好久的。有、欸、来、啊、没有？我要买别的啦，我要买别的。啊，掉下去了，好难过、哦。他要买爆破兵的别的东西，但还是爆破兵的。没有，我买那个。我都留礼物的卡。哦，你真的没有了哦。他有没有了？我被插队了。谁插你？哇！No！领月插寒心哦。领月你要乱插人哦。我没有乱插。我排很久了。我的天！我只是在旁边没了。我掉监视器、欸，手弹！哪里？哪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手弹飞出来、啊，他没引爆哎、欸，对啊，假弹，哦哦哦，哑弹被我捡起来了，哑弹，我捡到哑弹，卡弹了，我吓一跳，手榴弹一堆飞进来、欸，他没有地道啦，平常做人不错，Bobby，啊！波比啊！炸死你！波比啊！波比啊！让你录呀！哎呦！哎、欸，干嘛？我写了叫暗海的意思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嗯，丢出来那个哑弹，繁星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个凸出来的一条路？嗯，走过去那边开始炸虫，虫最划算。我在炸人呢、欸，等一下、喔，炸虫。哎、欸、嘿！我他居然扔到了，我没看到。No！ 又没了。走过去比较好炸，我那位置刚刚好的。哦。没钱了。哇！一口气全部换完，干嘛打我？我不要、哦。太好炸了吧？对啊，这位置是最好炸的。别啊喂，这有人要尿。啊！反正丢那么多，只有一个引爆啊！对啊，这么哑啊！来，你们过去，哎、欸，最底下有人哦！你们过去。那是有捡到我的炸弹、欸，我炸死他！炸死他！捡我的装！哎呀！死了，死了！哈基被偷了！哎、欸，哈基大夜中哎，哈哈！就是我挂团团，哇！把这个嘲讽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要啦，大夜中，哈哈，好，没人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不要。补血塔多少分啊？100，三百吗？嗯，150，我忘记了。欸、作者多少？作者在这。攻略多少？你在翻攻略哦？对。哎呦，那个讯息被洗掉了，就炸弹看就知道了。很难炸，你知道吗？真是专业啊！哎、欸，我捡到超刺人，看到有人掉下去、欸，哎，他们的国王在哪？有没有看到？没看到。哎、欸，对面都跑光了、欸，哎，国王也跑了。哎、欸，国王离线了。
国王断线了，国王断线了。我在躲了药水。他们跑光了。要死一起死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们人怎么变那么少啊？国王回来了，国王回来了，国王回来了。哎，六六六啊！回来六无敌哦！你在那边扔奇怪的药水，那什么失明药水？你去失明了你？嗯，哎，还有无敌。先拉开距离，超级牛，好痛好痛好痛！牛眼，牛眼，牛眼，好痛！哎、欸，炸死了是不是？这边被那个拔刀炸死、欸，哼哼！直接打他们，直接打他们！可恶，丢不到那一个，好像有，你是要丢哪个？龙吧？丢掉，丢掉，丢掉了！我们差150分，快结束，快结束！欸炸个虫，个虫，哎，还是干掉干掉，我没炸弹了，换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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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棒交棒，不要嘛，我持续在这边用砍人的方式，哎、其实繁星丢完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嗯，好，交给你了，最后30分，三十分杀六个人，还是杀几个人？三个人、啊，三个人，三个人没问题，那你慢一点，好，那我不炸了。啊、哎！我炸到是国王了，哇哦！我丢这，我炸，结束啦！感谢、以恩大富豪，哎、很难打那个，还需要修正。好啦，来，那个粉丝全部，我恨飞船，粉丝全部双倍啊！我恨飞船，双倍、啊。虫算是好炸啦，其他的比较难。不是、飞船太多要用手榴弹的啊。飞船应该要更高分一点，飞船要1000或1500吧，1000。你看一下中介组就要那个中介组龙头，然后里面的酿造台箱子玻璃。1 2 3 4 5 6，炸完飞船就太多了吧？我花了快2天的时间，真的2天的时间，天哪！嗨嗨，你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反弹过去，哈哈哈哈哈！嗨，好恐怖啊！我在想，你要不要直接就有一些桥是像第一张地图一样是那个？不用抖啦，我看到你了，感谢梦怡。抖内失败，十分钟后之后可能有个3条路的基岩桥这样子。哦，就不用被打坏的。对啊，就像你虽然有中间有倒，可是你看还是很难去进攻。还是你的用意就是想不要那么快结束。因为这也不是快结束，就是比方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装备好，实力好，我们就在这里慢慢打。那你比较弱的就没办法用挖分数来逆袭，因为根本过不去。嗯哼。那如果有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过，你自然还可以哦，大家冲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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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事！哎，会改，嘿，哎，就仅供参考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看看，或是有什么可以买枪支啊，买中介珍珠哦。我都还以为2020要换那个中介珍珠出来，结果没想到都没有啊，大家都猜错了。对，就。这不是一般的地图啊，就没有那么容易猜的啊。哦哦，被谁带坏的、啊？下一张，下一张，绝对是团团。不是不是，我来最好了，我才不会教他这些嘞。这个就不知道了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广告。那我们下一张可以随机提醒各位播广告喽。结果还是这一张，那就认命吧，认命炸喽。有啦，现在找到比较好炸的东西了啦。对啊，30块100分，差不多。比起刚刚我换了快1500块的东西。等换个 IP 啊。好。好熊，好抽奖，哎，你回去了？没有，我藏好了、啊。你藏什么？蟑螂、蝴蝶、毛毛虫。不要，就是你知道出门会穿的东西啊。